看你爸爸多好。哎，穿的有点厚了。哎，好，放过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那个给小李板来照相来了，马上就要一周岁了。今天给他拍一个周岁照，这个真是时间过得真快呀！还记得去年在这拍照的时候呢，那个刚满月的时候，现在就已经一周岁了。走，选衣服去。一周岁，俺现在可以站着走了。姐，哎呀，吴爽、啊，说。选三套衣服，这样的新回来的，挺好看的。哎，还这个也好看，这个，干嘛呢？这个，这底下是小裙儿，嗯，穿一个红的吧，选一个红的吧，选哪个？这俩，行，好嘞。几个了？三套。三套。嗯，行。嘿，做到哪个事儿了？嗯，哎呀妈，还看呢，咱们仨吧。不是你照相吗？咱到饭店里溜达，走，鞋呢？哎，这中午不是穿鞋。哎呦妈呀，坏蛋！哎，扯袜子，把你录像了，照相了。哎呦，扯袜子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呀，快，模拟照相，咱们来，每一个。哎，真笑了。慢点来，你下去买一买这样衣服穿。美不美？漂亮死！你得坐下面。二十三，你要出去。两，这，哎呦！咚咚咚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！这，哈！哎呀，真棒啊！换了一套红颜色的衣服。妈妈，爸这儿呢。别走。这儿，哎。行，没事。哎，这儿呢，哎，爸这儿呢。哎，来，小爸这儿来。高一点，爸爸高一点。哎，好了，这边走出来了。不带，啥也不带。不带了，不带就不带了。愿意带。那个，咱现在了。咱现在。给，小爸来了。小爸，这边。爸爸，还上那边？嗯。嘿，往后点，他们走的慢就出来了。这儿呢哈，妈，哎、慢一个，来回去那个美女，帮我把最小啊，穿裙子啦，穿裙子了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看，放了，哎，干啥呢？哎呦，好了，现在这个
拍了三套衣服，也完事儿了。结束了，美上了哈，赶紧拍。哎呀！